Yeah, okay, not there. Now, go there, okay? There. Come again. There, there, there. And this one, right? 其实我是有在
薪资钱，然后你拿到洗碗出来的就会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一直把产品改进改良，就是为了要更好。所以还有就是广告预算，它既然在这个花上应该也快要接近5000万，然后我一天的广告费就是20万，就是200万，其实在里面就超过600万，所以这样子几个人的从15岁到现在这样子有30亿，好像就是超过，所以其实说你还是有赚钱，就是其实我要跟大家建议就是1万到4万，其实很多时候台湾的人就是这样子，要太去为了别人而活，然后竞争，还是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太大。希望爸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我的。